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午后，狐狸猫跟小树蛙正悠闲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翻着他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籍。这时，狐狸猫突然将他手中的小说凑到小树蛙眼前，指着书中的插图跟小树蛙说：“天外陨铁好厉害啊，只要有这东西当材料，就可以铸造出威力惊人的神兵利器。如果他有一把陨铁做的菜刀，一定能让他的料理加倍可口。”只见小树蛙露出充满绅士风度的微笑，对着狐狸猫说：“零乘以任何数还是零哦。”接着不等狐狸猫反应过来，继续说道：“其实只要将一般铁矿中的铁提炼出来后，再加入一定比例的镍，就可以得到跟多数陨铁成分相似的材料咯。”这时狐狸猫好奇地问：“提炼是不是像他在电视上看过的，只要将铁矿丢进熔炉中加热融化就可以了？”小树蛙笑着摇摇头：“光是加热可不行，还要添加其他东西才能有效提升铁的纯度哦。”狐狸猫顿时觉得奇怪：“加东西不是会让杂质更多吗？怎么反而可以提升纯度呢？”小树蛙说：“这是因为加入的物质是能够跟铁矿产生氧化还原反应的物质哦。一般从矿坑挖出的铁矿主要成分是氧化铁，因颜色为红棕色，所以又称为赤铁矿，化学式为 Fe2O3。 因此若加入的物质可以从氧化铁中将氧抢走，我们就可以还原得到铁咯。那该怎么抢走氧化铁中的氧呢？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元素与氧结合的活性大小，由大到小依序为钾、钠、钙、镁、铝、碳、锌、铬、铁、锡、铅、氢、铜、汞、银、铂、金。活性越大，对于氧的吸引力越大，因此在高温熔融状态时添加活性大于铁的元素，就可以使氧离开氧化铁，转而与活性更大的元素结合，这时氧化铁就还原成铁咯。而活性比铁大的数种元素中，碳是其中最容易取得也是最便宜的元素，因此在炼铁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加入主要成分是碳的煤焦，让它抢走氧化铁中的氧，就可以还原得到铁。这时小树蛙突然充满惆怅地跟狐狸猫说：“虽然挖铁矿理想的状态是挖到的都是氧化铁，但事实上矿石中一定也会含有大量的杂质，这像极了爱情。”刹那间狐狸猫只觉得空气安静了下来。小树蛙表情一变，笑着说：“但幸好我们炼铁时可以借由添加助溶剂将杂质从铁矿中分离出来，且形成熔渣，再借由炼铁的熔炉，也就是高炉的构造，将这些分离出来的杂质从铁水中剔除。”这时狐狸猫有个疑问：当铁矿在高炉中熔融并经过一连串的反应提炼成铁与熔渣后，熔渣不会跟刚炼出来的铁混杂在一起吗？小树蛙说：“因为熔渣与生铁不会互融，且熔渣的密度比生铁小，会浮在生铁的上层，刚好可以阻止生铁与空气中的氧接触，再次形成氧化铁。不过最终我们还是需要将过多的熔渣移除，但不是用捞掉的方式，而是利用高炉的结构来进行。在高炉的底部区域会有一高一低两个闸口，因为熔渣会浮在铁水上，因此高的闸口称为出渣口，可以让熔融状态的熔渣流出，而低的则称为出铁口，顾名思义就是让铁水流出的闸口。最后我们可以获得铁、熔渣与二氧化碳，其中熔渣还可进一步作为肥料与水泥的原料，一点都不会浪费掉哦。”
而一般从高炉中获得的铁是属于含碳量较高的生铁，可再藉由进一步的加工减低含碳量，变成钢或熟铁。不同的含碳量也产生不同的特性，含碳量越低，抗腐蚀的表现越好，且延展性也越高。相对的，含碳量越高，会使铁的强度越高，也越为硬脆。因此，质地较软，适合拿来高温锻接的熟铁，又称为锻铁；而质地坚硬，适合用来铸造的生铁，则称为铸铁。在两者之间的钢，则是综合了熟铁与生铁的优点，既适合锻接，也适合铸造。也因为各具特点，不同的铁器也适用于不同地方。譬如硬度高、耐磨的生铁，适合用在像是人孔盖这种常会受到摩擦撞击的地方；而延展性好的熟铁，则可做成如铁丝这种常需要弯折物件的材料。最后，钢就适合用在需要坚固强度与韧性的地方，像是建筑用的钢筋。最后，钢加入一定比例的铬，就可以产出不锈钢。在保有钢不易变形、抗磨损的基础上，又大幅提升了抗锈蚀的能力，也因此广泛的在各领域中受到欢迎。从厨具、3C 零件、医疗器材，一直到航太产业，应用相当广泛。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吧。生铁、熟铁、钢，因为不同的含碳量而各具特性。请问，如果今天要在户外建造道路、铁路或建筑，最适合用哪一种铁呢？狐狸猫这时已经把它的云铁菜刀丢到脑后了。回想刚刚小树蛙说的重点，氧化铁与煤焦在高炉中会进行氧化还原反应，而杂质与溶剂在高温下反应，最后可产出生铁与熔渣。而高炉产出的生铁，后续可再加工为钢或熟铁，含碳量依序减少。碳越多，硬度与脆度越高，越少则延展性越好。钢兼具两者优点，也可加入铬做成不锈钢，大幅提升抗锈蚀的能力。